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树，咱们今天继续《星露谷物语》。那今天呢是冬天的最后一天啊，也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。那大树看一下啊，今天做点什么？啊，首先想打造一个桶。粘土需要看看需要什么啊？铜棒、铁棒。铜棒、铁棒，好。啊，其实玩这个星露谷啊，这个第一年，哈哈，应该说大叔就是比较随性啊，比较散漫的把这个。度过了第一年，那咱们第二年的话呢，应该上点心了啊，呵呵，应该上点心了。就是，首先啊，肯定是要结婚啊，这个是一定要的。然后呢，把社区中心的任务啊，能做的全都做掉。啊，今天呢，就是一些比较琐碎的收尾工作啊，好，出门。那也做一瓶酒啊，这样也可以完成任务。然后去照顾一下这两只小动物啊。鸡，然后鸭子，呀，咱们需要扩建一下了。好，这个花啊，我有点着急啊，我想早一点送给潘妮，咱们去找她啊。哎，正好他要出门啊！啊，有花了，八颗星。对呀，我知道啊。行了啊，那个妹子这边基本上完事了。那木匠家。去一趟木匠家，咱们有东西要扩建啊。对，社区中心这儿也有东西要，做了一个寿司啊。明年啊，要把这个任务都清完。就首先，第一要务，结婚。第二个任务，把社区的任务清完。9:10，去一趟铁匠家。哦，从上面走吧，下边不通马。这儿有个桥啊，马可以过来。哎，看看这个超市啊，它平时卖什么东西？我很少来啊，太少了。卖草籽。草籽真应该买一点，因为明年为了完成任务啊，也要养一些牲畜。来，我来砸东西，三个铁。啊，什么鬼？玄武岩，铜矿，这啥？我，一矿石，哎呀，小工具，哇，我这脸不错啊，砸出来一矿了啊，那我好像能做4个这个洒水器了，
啊，捐东西，要捐东西。你这坑货，别再给我家具了，好吧？看给个什么啊？稻草人。哎，这个不能捐吗？不要啊！不要拉倒。我不冷啊，老婆，咋有点傻？看看他干嘛呢？哎呀，可怜的小姑娘，她妈妈酗酒啊！啊，我要去木匠家了。哎，这个能跑。哇、哦，哎，还有能跑的啊！种子。嗯，咱们有7万块钱，这样到春天，种子我也买的不多啊，应该是够用了，就主要做任务为主嘛，所以不买很多。啊，我要做个大祭神，升级，就他。等离子电视，结婚了咱们再换家具啊！啊，现在就这样吧。结婚了要把房子好好装修一下。跑出了个破粘土。哎，蘑菇好没好？哎，蘑菇好了。哇，这些树都长出来了。哦，这什么声音？哦，还没酿好啊，出一下货啊。回家整理一下东西。这个电视是有点小啊，矿物，它属于矿物啊。啊，这个拿出来几个，咱们种一种。拿出点煤，好，又能炼一个啊，这样四个，能做四个。我有没有4块电池啊？看看啊，有没有4块电池？哎，电池放哪了？外边了，5个电池呢，哇，电池不少啊。种几棵松树。哇，这个破戒指，想
想卖掉它啊，还得往那边跑一趟。你看，已经有了啊，然后又来了，59000块钱。布料，哎，布料啊，对，布料交过一个。那咱们出去干嘛呢？钓鱼吧，钓鱼去。哎，剧情啊。啊、哦，可能是跟他好感度的剧情。能当解说员吗？愿意啊。自然资源。自然资源就是在自然状态下演化形成的物质资源储藏，有经济价值。我的个去啊，太专业了，老司机啊，两星，老师要求真高。哎，还邀请我讲话，那我讲什么呀？哦，还要选啊，还有选项的。我这个字都有点重叠了，这怎么搞的？你会去潘妮老师吗？哈哈哈哈，会。哎呀，潘妮真是个好女人啊。你想要为人父母吗？我现在就为人父母啊，当然了。哇，这段小剧情不错。我看看啊，跟他啊还是八颗心。那明年啊，一定要把她追到手啊！送花了就代表是我女朋友了吧？哎，这后来个哎，对，咱们去砍那个硬木。硬木没有多少，哎，商人啊，对，今天周末有商人，看看啊，卖什么？哇！这个不能中吧，而且这个任务我也做完了。番茄、小龙虾，小龙虾我不确定有没有啊。这个稻草人我有了，买一只小龙虾吧。这脸不行啊，人家能买到很多做那个社区中心任务的东西，我就买不到。我骑马你也打我，哇，这好多呀，跑啊！啊，我现在拿这把剑好像有一点。啊，不行了！哎，又钻出一只。他好像是想要那个种子啊，什么稀有种子之类的吧？哎，我马呢？稀有种子我好像有一个。下午5点钟，
那回去收拾收拾，今天就这样了啊，因为明天是春天第一天，要把地呀好好收拾收拾啊。哇，这个酿酒啊，做什么果酱啊，真是太没效率了。你除非大面积的，做很多很多才可以。其实我感觉游戏啊，这个游戏用不着那么多的钱了。硬木，硬木真少啊，就剩30个了。哇，这一这么难练，还没练好。这是奶酪鸡吧？啊，果然，给塞到牛棚里去啊！织布啊之类的都在这里做。好，啊，这个加热器还在工作。看看咱们钓鱼几级了。啊，务农10级了，采矿8级，觅食9级，钓鱼8级，钓鱼才8级啊，这个有点少啊，咱们去钓鱼啊，锻炼一下钓鱼的级别，最好能干到10级。6:50，那能钓到10点多钟啊。好，就在这钓吧。我的天，不能这样对我呀！出师不利啊，两个绿藻。好，哟，还是星级的，我这什么鱼啊？我天！哇，好难钓啊！这个什么鱼啊？奢侈单线鱼，我这破鱼这么难钓啊？又不是什么稀有品种。这。呀，爆箱儿！啊，捡完爆箱再钓。这是在给我暗示啊！好吧，我服了。这是告诉我赶紧滚。啊，这个鱼这么难钓，咱们留一条吧。留一条。哇，好慢啊！明天起床不知道能不能好。好，这个一定好了。看看都需要什么啊。啊，金棒、电池组、电池组，那咱们能做4个。
哎呀，这破啥？啊，对，还要铺围墙啊，围墙还要做门啊。那用十个木头做门。现在没用了。来，去修修墙啊。我一般是从这边走。在这留个门，做个门吧。我这边也要有个门啊，哎，中间还要隔开吧？哇，已经那么了，睡觉，明天接着盖吧。哦，1300多块钱啊！那新的一年了，那新一年的话，尤其春天夏，好，那新的一年啊，看看天气预报，晴天啊，我希望能够下雨啊，这样我好那个去钓鱼。哦，有新种子卖了。那咱们好像应该出门去收拾一下地啊，因为新一年肯定地上又长出很多。哎，这谁啊？哦，肯特，啊，过来打个招呼吧。本期节目呢，其实大叔是分2天录的，因为中间有事，然后停了一下之后呢，感冒了。这个是什么什么产油机啊？给它放到这里吧。哎呦，这个牛是不是长大了？啊，那一会儿咱们挤一下奶试试啊。看样子像是长大了。哇，这地一会儿都得重新收拾。啊，把朕的挤奶器拿来。啊，这里就是个桶啊。牧场物语系列呢，应该是个挤奶器啊。来，咱们试一下啊。啊，没准备好啊。那明天再说吧啊。啊，这个栅栏啊，先给铺好啊，这也得开个门啊。再做个门，
两个门，然后中间呢隔开，隔开也需要门啊。哎，往哪儿跑啊？啊，视角的问题啊。哦，好像用一个门就够啊。哎，这讨厌的要死啊，这些草。啊，好。还行吧，大概也就这样了。那一会儿啊，需要去买种子啊。哎，这是个什么树啊？没让你长啊。啊，再看看小鸡儿，这边正在增筑啊。这什么鬼？哦，木匠啊，吓我一跳，我天！别偷吃我这个啊鸡蛋酱，哈哈。好了，买种子去啊。咱们买96个种子吧，啊就行了，意思意思得了。第二年不需要那么多庄稼了，咱们主要就是为了结婚以及……哇，我都有点忘了春天长什么样了。为了结婚，还有把那个社区的任务做完啊，这样社区最后任务钓鱼的话需要下雨，最好给我下一天雨啊。好，买种子，花椰菜、土豆，这去年都种过呀。甘蓝，这是花啊。大蒜、草籽需要买一点啊。花束，哎，我需要卷心菜啊，卷心菜是用什么种的？砂糖、草籽要买一点。那再买点吧。大蒜。没有啊。那难道不是春天的？啊，看看那个这个可口可乐公司买卖啊。甘蓝，好像没有人要这东西啊。甘蓝。啊，咱们买几个，万一呢啊，是吧？买了几个？买了五个。来看看我老婆去哪儿了啊？哎，不在家，出门了啊。啊，那我跟她现在呢是八颗心，那。今天忙完啊，以后也尽量注意一下的哈，请给他送点东西。种什么呢？花椰菜、土豆。看来是用镰刀手的。15，咱们俩24个。大蒜。豆，这是花，防风草，花椰菜，来花椰菜吧。
行了啊，先种这些吧。回家。好乱的地啊。哇，这个酒啊还没弄好。好多牧草啊。啊，这样砍了就等于浪费了，但是满了呀。哎，那有个小青蛙。把这片整理出来啊，然后种地。撒种子，那这个就撒甘蓝吧。来，再来这片儿。咱们这个洒水器啊还是少，那冬天呢没做好那个挖矿的工作啊。那这个就种这个花椰菜了。啊，今天看来还是需要我浇水啊。啊，咱们水壶都放起来了，这个以为洗手不干了呢啊！哎，我放哪儿了？放屋里了吧？这儿。啊，往下了啊，体位不对啊。啊，再刨最后一片儿。
哦，那暂时这样了。把这个草种一种啊。在中这边，浇水。范围有点广。啊，这样浇就行。呀，我那狗还没进屋呢。不进屋，我睡觉了。东西放一放。这破混合种子种起来真是没劲啊！啊，门墙，这个放外头。蛋黄酱可以拿去出货。哎，我的蘑菇好没好？看一下蘑菇好没好。哎，蘑菇好了。到那边看一看那些树长得什么样了。哇，好乱啊！这几个都是水果树啊，果树。那还等着它们长出水果做任务呢啊。要收拾一下。哎呀，那个树让我砍了。这个种的什么树来着？忘了啊。啊，这个也忘了。哈，砍了两棵树啊！啊，那等它们长出来再判断吧。哇，天越来越黑啊，都看不清了。呀，好多牧草。啊，行了，11点了，回去睡觉。哎呀，这狗进屋了。啊，500块钱，哈哈。
还剩大概5万啊。那好，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啊。关键是大叔这几天的嗓子真是不太舒服啊。那今天就给大家更新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